我就说你了，怎么了？就说你了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说什么呢你？不管什么人，只要他站在这个讲台上给你们上课，他就是具有专业实力的老师，在师大附中，在高一八班，只有向老师，没有明星向东南。 记住了吗？下课。上课。